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大师。OK， 现在你们眼前这个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哥点餐版利落，摄影师哥利落。好，他长这样，然后其实很大一个，真的很大一个，这个很重。OK， 好，后面哇，十八禁的游戏，大家看干嘛？十八禁游戏，然后大概是长这样子。OK。然后其实好，我们就来开箱吧，差不多这样子 ，OK， 好，我们来开箱吧。准备美工刀是必须的，比较小心一点，不要割到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个等了好几年了，我从它出了第一守护者之剑就开始玩了，守护者之剑一啊，休特，然后守护者之剑无尽的宿命。猫女小珍，其实我是先玩猫女小珍的那一代之后，才玩守护者之剑一休特的故事，跟为什么小珍要离开休特他们，离开梅罗镇。OK， 好，然后后来他们又出了圣女之歌一代的时候，我就有去买，然后二代也有买，然后守护者之剑二是我玩外传之后。第二个玩的守护者系列，但是守护者之剑二那个时候我的电脑因为那时候太多 bug， 然后我家又不能上网去更新下载更新档，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破完那款游戏。对，好，讲废话这么多，好，我们来看一下吧。我发现是跟膜是一起的。OK， 好，不要。OK， 重，这个真的重，大家看到吗？我现在录这个超麻烦，因为我怕这个黑色反光会照到我的脸，就像是在侧边录。OK， 好，这是长这样子。OK， 好，看起来蛮有质感的，现在应该是不会。OK， 大概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开箱吧。然后哦，它是一样是这样抽取式会生棉。OK， 好，打开啦。水得很快哦哦哦哦哇，跟侠客比起来有不同的味道。大家有空可以看我《侠客风云传》的那个哦，等一下我是开错边了，等一下，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哇，人家是这样可以开的哎，那这样子有没有？然后这样，然后是这个哇，我不错，好，这个是我们的，这是什么东西？围巾吗？我说围巾是那个。好，让我们来拆开。OK， 先看一遍。哇，这个，哦，这个书，这封面说明书吗？哇，好厚哦，怎么会这么重？等一下，我怎么拿？它在哪？好了，好，拿起来。里面有一个是光碟吧？光碟，哇，里面还有，好像，哦，还有一层层惊喜，就像打剑达出奇谭一样。好，有对要交吗？哦，这样子 ，OK， 好，这样好了。好，这个应该是光碟片，然后说明书，什么？是什么？曲集说明书吗？为什么是这个字？好，我看一下哦，怕刚刚没看到，光是不是很强，各位？等一下我调一下。OK， 好，这样有了吧？好，是按键配置，然后可以用摇杆玩。然后游戏指令，然后游戏道具、游戏引擎，什么？主线任务。哦，这个字太小了，就算了。大家看一下说明书，大概长怎样 ？OK， 好。故事大纲有清楚吗？我看一下。OK， 好。那我们先坐旁边。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滚的片啊。基本上，不是光碟片。啊，这是游戏 CD 啊，不是。音乐 CD， OK， 这对我这个音乐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支持正版。好，我们看一下曲目，看到吗？哦，有了。好，我看不到，因为我现在看那个摄影机。好，大家应该有看到啊，曲目这些东西，就是光碟片二，然后这边是光碟片，哦，这边都要交。好，我给大家慢慢看一下。OK， 好了，应该可以的。然后这个，可以打开。好，我们再缩小一下。好，
外面的男孩就打这样聊，看到对方叫吗？好，再来，也对不到，太亮了，不好意思。那这边是一样的曲目啊，这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好，大概是长这样 ，OK， 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外面还有一个什么？好，我们一个给大家看。然后这个先收起来。那我的 CD 序号呢？在哪里？没给我，我会生气哦。这么好玩呢？还是说这个本来就没有了？点唱本没有 CD 序号？不可能吧？啊，有啦有啦，在这里。这里有没有？看一下啊。请放入光碟片二安装游戏哦，这也是光碟片二哦。我看一下啊，光碟片二哦。除了音乐吧，哦，好，除了音乐也有游戏的那个程式在里面，好，它就长这样子，好，然后外置，因为这个太经典了，这里这个实在太经典，所以我们要录详细一点，好，这个需要在这里，我不会给他看，因为这是我要用 ，OK，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杯垫之类的，然后我好像给打开好，因为这之前有人有在底下有人跟我说，侠客还想要。都不好奇里面的东西嘛，基本上我是一个收藏性玩家，所以我通常不太会打开来看。不过因为开箱嘛，应该打开看给大家看才对。哎，这怎么开啊？我看看师傅，等我一下哦。好，虽然画面是歪歪的，因为我的脚架不是很好。好，它真的是杯垫，其实不当杯垫也是可以啊。大家看一下。好，这样清楚多了。好，它是一个杯子的垫，只是它是陶瓷的。嗯，当杯垫是当杯垫用的吗？我比较确定，反正放任何东西都可以啦。然后后面材质是这样。OK， 好，收起来。我应该是不会用它吧？啊，我应该是不会用它。好，我们看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长这样，这是大集合的意思吗？有看到哈？打亮光。啊，有看到哈？差距大概是这样子，好，收起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本到底是什么吧。好，我先放这里，等一下哦，再对一下就好。好，这边看得到吧？来，好，这是世界观，末日史观。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字看不到正常，大家看图片，这应该是设定集吧？是吗？看一下。哦，里面有个小卡片。好，大家知道这个画面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他们在开制作人，他们有开一个座谈会，可是我没有收到。就算收到，我也没时间去，工作太忙了，因为在平日。好，这应该是另一些。他们看卡片写什么？本书有剧透内容，哦，念给大家听。为了维护你良好的游戏剧情体验，建议你游戏通关后再翻开此画册。对，这画册 ，Warning， 上面写 Warning。好。好，那我们大家放一下，给大家看。不太可能一页给大家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再翻一页一页画给大家看，我先大概翻一下就好了。啊，这个不错，能看到吗？我调一下，是猫小针吗？好，哎，是小针呢，对，是小针吧？他们那个是，小珍在外传有一个好朋友，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好，大家都这样子，这是练习。其实他们的画风一直很好了，我是很喜欢那么画哦。不过这次林黛是彩横向卷轴的，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回合制战略，回合制的方式，我比较喜欢，比较有刺激感。好，大家都长这样子啦。好，那好，再翻一下。不然大家以为我这种不通哇，好，这大家最喜欢的激动男，好啦，可是我其实我不知道订阅我的频道的人到底是男生居多还是女生居多，应该是男生居多啦，我用养眼一点的嘛。这个人哦，这是狼，这是怪兽了啊！我找一下小珍在哪里？小珍，是什么？好吧，我觉得很有诚意的、啊。
我这边有他们的音乐录制的一些东西，那真的啦，有闲钱就可以去买一下支持一下。啊，如果真的经济困难，就先忍耐一下吧。毕竟制作的东西真的很困难，这个我可以理解。好，大概就这样子。我再翻多翻几页啊，这是船。好，再来。不知道《圣女之歌》零代会不会遇到那个一代的女主角跟男主角喜烈吗？我不知道记错名字，太久了。好，其实我很喜欢休特，因为那时候对他印象是往那个大剑这样子挥砍，帅气十足啊。好啦，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眼影图，翻快一点。这个算眼影图吗？算吗？好像进行交易之类的。等一下哦，这个还蛮帅的，很帅，帅，好像某个人哦，想不起来。有吗？我怎么没看到有眼影图？好，长得很像小镇的出现的，他叫夏马库达密。OK， 好，我们玩游戏都知道。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哦，眼影图，虽然是萝莉，然后说我没有照顾大家，我还是有照顾各位粉丝的心情，有没有？眼影图在这里，不要再说我没有照顾你们了，我的该开的东西都开了。他的谁啊？好，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有吗？这是什么？怎么肌肉女？好像没有人。哎，哪有看到一个？这人？等一下，真的是真真哎！然后他叫我不要先翻，好，我先不要看，我就先不要念对话，真真哎！然后这是呜呜嘛，对啊，然后我觉得刚刚那个很像，就是外传的好朋友啊。我先不要看，我怕被剧透。好，我们就到那边结束吧。好，先放两边，各位，好，我们先开这个给大家看吧。我是开箱毛巾权利啊，各位，毛巾权利花了不少钱。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博客来订的，不要说吓死我，我想说怎么还没到，还有中间很快就要到了。我们打开看吧，这样很大张吧？我先放旁边哈。哎，来，好，这个就是一个像那个纸巾的感觉啊。我们先缩小。其实前面是我的床啊，不好意思，大家已经看了很多次了。好，整张是长这样子啦。好，那全部的东西都开箱完毕了。那 OK， 好，就这样子咯。那下一集就是我们录《圣女之歌》利罗的游戏啦。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虽然《侠客风云传》前传我已经播完了，我预计他们应该暂时也不会更新的啦。那他们出新的话，可能要等一阵子。OK， 那我们开箱就到这边咯。如果任何问题啊，可以到那个 YouTube 底下留言给我，那我当然希望各位可以到粉丝按赞跟按赞留言啦，因为我的粉丝比较能够发布我的个人的讯息，也比较迅速。那影片的话，我一定是剪接之后要过一两天之后才有个人，别人在工作的话 ，OK， 好，那这期开箱到这边结束啦。那喜欢频道的话，到我频道订阅，欢迎到粉丝按赞，最终最新消息，谢谢大家的收看哦，谢谢，拜拜。